您收看欧野华语新闻，我是王宇倩。马来西亚是美食天堂，其中一个闻名海外的美食就是巴山肉骨茶。独特食材和煮法让肉骨茶成为巴山人每天必吃的早餐之一。现在就让我带你去尝一尝吧。巴山是肉骨茶的起源地，除了有名的湿肉骨茶和干肉骨茶，巴山的海鲜肉骨茶也获得大家的喜爱。肉骨茶已经成为了巴山的美食代表。对于巴山人来说，招待外地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带他们去吃道地的肉骨茶。欧野小主播王宇倩，巴山采访报道。